哟，大老太太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哎妈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啊？逛街，安迪陪我一起逛街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您跟谁？安迪。这次可不是我逼他啊，是他心甘情愿的，护送我到宾馆，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安排，需不需要接送什么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对你呀还是有感情的。你们还是有挽回余地的。之前呢，我真的不是太了解他。通过这一天下来呀，我觉得他人非常好，他是面冷心热，知道照顾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他了啊。不是妈，您喜欢已经没有用了，我跟安迪已经分手了，您就别瞎掺和，行吗？怎么是瞎掺和呢？我是在帮你们创造机会。等我一走，你马上给人家赔礼道歉，趁热打铁，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番心意啊！不是，虽然您是我妈妈，但是凡事咱得讲个道理。当初我不让您招惹安迪。是您查来查去把人惹毛了，现在让我道歉，他合适吗？他不合适。不说了啊，哎，他过来了。啊，方太太，方太太，咱们以后找机会聊啊，再约吃饭喝茶的。拜拜拜拜。您这到底是张太太还是？没礼貌。哎呀，安迪，你看这衣服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衣服都挺适合您的。适合我？那你帮我参谋参谋，这件，还有这件。主人，您是在和一位中年妇女逛街吗？哎，不能发语音，回头让我妈听见了。你是？安迪啊，给我个建议，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呢？啊。我觉得深色这件吧，这件会显得人修长一点。我去试试啊。在逛街。哎呦，儿子，安迪很有耐心的陪我选衣服，养你这个儿子我真是白养了。十年你都没陪我逛过一次街，这个我就不说了。接下来你约安迪逛逛街，是女人呀，都喜欢买衣服买包的。妈，您是想说包治百病吗？没用，我还姓包呢。我跟安迪已经分手了，以后没机会逛街了。你母亲还是挺有主见的，她让我帮她选衣服，我帮她选了深色，不过她还是选了她更喜欢的。那不叫主见，那叫固执。那个，你小心点啊，别让我妈看见微信，回头再穿帮了。安迪啊，还是你的眼光好，这件是显得臃肿一些，其实也蛮好看的。我再试试这件。好。哎，刚才我看见你在看手机，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？没有没有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啊，那我去试试啊。我发现呀，安迪电话来往频繁，可能是有别的追求者在追他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安迪软化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好像你妈妈发现我在发微信。小心穿帮哦。你一定要约约他，逛逛街，吃吃饭，喝喝红酒，喝喝咖啡，一定能摆平的。如果不行，你就不要说是我儿子了。
这将来要是这两个人联起手来，肯定没我好日子过。安迪，我就这两件了啊！阿缇娜，只选上这两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安迪，真的没有看上他们任何一件吗？不用了，谢谢，没事。哎，诺诺诺。 我看那件还不错，挺亮的，特别适合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其实我平时很少买衣服的。哎，你真为我省钱。